如果今天判断再成功，我们就点燃了西西展，就成功了。哎呀，后面还录吗？啊？有空吗？大家有空要不录一下吧，我就完全看心情。我挺想跟你们一起工作的。他刚刚坐下来的时候，我以为他衣架子忘了拿出来。大老师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呢？行走的衣架，行走的衣架。哎呀呀！哎呀哎呀！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了。你不是我脑海中的那个丁辉。这期好不好？交给萨老师来把握进度。广告已经为您帮您念完了。好。这一期呢，我们将继续关注另外两组实习生他们的法律公益服务。服务？你干嘛用这个？我也是个主持人啊。这，徐律师。对，徐律在那里。感觉你是怎么就看到了奇迹是吧？雪琪，觉得我们实习生表现怎么样？感受如何？就觉得他们至少比我能在大家都看到那些集里面进步很大很大。